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埔区的阿 May，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个海逸豪园的笋盘。在未看笋盘之前，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海逸豪园周边的环境先。在我身后面左手边这个泳池是海逸豪园三个泳池之中其中一个无边际的泳池，而在我的右手边是有一个海滨长廊，正正对着鲤鱼门和维港的海景。Hello， 哇，咁快就上到嚟单位啦！我哋首先睇一睇单位嘅厨房先。单位嘅厨房系由设计师重新设计，非常阔落，有三边嘅台面，令至我哋可以出去客厅再睇一睇。这个客饭厅分明嘅设计系一个长直厅，咁喺饭厅嘅位置可以放到一张六至八人嘅餐台，而我哋而家呢一个景观系可以望到鲤鱼门同埋维多利亚嘅海景。跟住我哋入去睡房区睇一睇，而家呢一个位置系一个工人房，工人房里面可以放置到单人床、一个衣柜，同埋有对流窗嘅设计，同埋有冷气嘅。第一个睡房可以放到睡房三宝，包括单人床、书台同埋衣柜。客厕经过全新装修，第二间房亦都一样非常宽敞，亦都可以放到单人床、衣柜。主人房嘅套厕，主人房业主好贴心，安排咗一个地台，可以增加呢个收纳嘅空间。而发展商喺单位原装配套里面有一个八尺嘅衣柜。我是黄埔的阿 May， 这个是海逸豪园高层五期罕有的放盘单位，业主比同类型叫价的单位足足平了一成。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的，快点 like 我的影片，还有约我去看楼啦。